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二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二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二级考试。HSK 二级听力考试分四部分，共35题。请大家注意，听力考试现在开始。第一部分，一共10个题，每题听2次。例如，我们家有3个人。我们家有3个人。我每天坐公共汽车去上班。我每天坐公共汽车去上班。现在开始第一题。一，你好，认识你很高兴。你好，认识你很高兴。二，他们正在打篮球。他们正在打篮球。三，西瓜怎么卖？西瓜怎么卖？四，他还没起床呢。他还没起床呢。五，我有2个女儿，她们都8岁了。我有2个女儿，她们都8岁了。六，请给我一杯咖啡，谢谢。请给我一杯咖啡，谢谢。七，太累了，让我休息一下吧。太累了，让我休息一下吧。八，我喜欢唱歌。我喜欢唱歌。九，我穿这件怎么样？我穿这件怎么样？十，他今天走着去学校。他今天走着去学校。第二部分，一共10个题，每题听2次。例如，你喜欢什么运动？我最喜欢踢足球。你喜欢什么运动？我最喜欢踢足球。现在开始第11到15题。11，别说话，儿子在睡觉呢。
好的，那我们去外面说。十一，别说话，儿子在睡觉呢。好的，那我们去外面说。十二，王小姐，你的电脑没问题了吧？已经好了，谢谢你。十二，王小姐，你的电脑没问题了吧？已经好了，谢谢你。十三，你和你的同学坐那儿可以吗？可以，但是我们四个人还少个椅子。十三，你和你的同学坐那儿可以吗？可以，但是我们四个人还少个椅子。十四，他跑得真快，这是你的狗吗？不是，他是我姐姐的。十四，他跑得真快，这是你的狗吗？不是，它是我姐姐的。十五，公共汽车来了，再见。再见，明天见。十五，公共汽车来了，再见。再见，明天见。现在开始第十六到二十题。十六，你看见了吗？我看见了，颜色是黑的。十六，你看见了吗？我看见了，颜色是黑的。十七，你喝红茶吗？谢谢，给我来一杯。十七，你喝红茶吗？谢谢，给我来一杯。十八，喂，你下来吧，我到了。好的，你等我几分钟，我这就下来。十八，喂，你下来吧，我到了。好的，你等我几分钟，我这就下来。十九，我们中午吃什么？我爱吃你做的鱼，你做鱼，我做米饭。十九，我们中午吃什么？我爱吃你做的鱼，你做鱼。
我做米饭。二十，你现在在学汉语？是，你看，这是我的名字。你笑什么？二十，你现在在学汉语？是，你看，这是我的名字。你笑什么？第三部分，一共十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，小王，这里有几个杯子，哪个是你的？左边那个红色的是我的。小王的杯子是什么颜色的？小王，这里有几个杯子，哪个是你的？左边那个红色的是我的。小王的杯子是什么颜色的？现在开始第二十一题。二十一，去商店了，买什么东西了？买了几斤苹果，非常好吃。男的买什么了？二十一，去商店了，买什么东西了？买了几斤苹果，非常好吃。男的买什么了？二十二，张小姐还没来。是，她打电话说还在路上，九点前能到。张小姐现在在哪儿？二十二，张小姐还没来。是，她打电话说还在路上，九点前能到。张小姐现在在哪儿？二十三，这个问题谁会回答？老师，我会。他们最可能在做什么？二十三，这个问题谁会回答？老师，我会。他们最可能在做什么？二十四，我们去吃点东西吧。时间有点晚了，去火车站吃吧。女的为什么不现在吃饭？二十四，我们去吃点东西吧。时间有点晚了，去火车站吃吧。女的为什么不现在吃饭？二十五，要下雨了，快点回家吧。没关系，我开车来的，
我送你回去。现在天气怎么样？25，要下雨了，快点回家吧。没关系，我开车来的，我送你回去。现在天气怎么样？26，你今天晚上吃药了没有？没呢，医生说睡觉前一小时再吃。女的什么时候吃药？26，你今天晚上吃药了没有？没呢，医生说睡觉前一小时再吃。女的什么时候吃药？27，你妹妹快考试了吧？已经考完了。他昨天就考完了。昨天谁考试了？27，你妹妹快考试了吧？已经考完了。他昨天就考完了。昨天谁考试了？28，你好，这块手表多少钱？对不起，我也是来买东西的。男的怎么了？28，你好，这块手表多少钱？对不起，我也是来买东西的。男的怎么了？29，我明天上午去公司找你，你有时间吗？可以，没问题，我在604。男的在哪个房间？29，我明天上午去公司找你，你有时间吗？可以，没问题，我在604。男的在哪个房间？30，你准备什么时候去中国旅游？可能是下个星期四。女的准备去中国做什么？30，你准备什么时候去中国旅游？可能是下个星期四。女的准备去中国做什么？4，一共5题，每题听2次。例如，请在这儿写您的名字。是这儿吗？不是，是这儿。好，谢谢。男的要写什么？请在这儿写您的名字。是这儿吗？不是，
是这儿。好，谢谢。男的要写什么？现在开始第31题。31，请进，欢迎大家来我家玩。谢谢，您的新家真大。请坐，你们都是第一次来？是的，我们都还没来过。他的新家怎么样？31，请进，欢迎大家来我家玩。谢谢，您的新家真大。请坐，你们都是第一次来？是的，我们都还没来过。他的新家怎么样？32，下午你没什么事情吧？没什么事，我就在教室里看看书。一起去踢足球怎么样？女生也爱踢足球。好，还有谁？他们准备下午做什么？32，下午你没什么事情吧？没什么事，我就在教室里看看书。一起去踢足球怎么样？女生也爱踢足球。好，还有谁？他们准备下午做什么？33，你好，请问白先生在吗？他去学校了，您打他手机吧。好的，谢谢你。不客气，再见。男的想找谁？33，你好，请问白先生在吗？他去学校了。您打他手机吧。好的，谢谢你。不客气，再见。男的想找谁？34，你好，羊肉多少钱一斤？12块。我买100斤，能便宜些吗？那您给我1100吧。男的要多少钱？34，你好，羊肉多少钱一斤？12块。我买100斤，能便宜些吗？那您给我1100吧。男的要多少钱？35，你明天怎么去机场？我打个出租车去就行，你不要送了。好吧。你哪天回来？18号我就回来了。女的明天怎么去机场？35，你明天怎么去机场？我打个出租车去就行，你不要送了。好吧。
你哪天回来？18号我就回来了。女的明天怎么去机场？听力考试现在结束。